哇！啊哈哈哈！啊，这还要讲究一个稳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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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挨不了，这我们来不了。我还是适合吃，是您的凉皮啊，吃的主打就是个筋道，蒜香醋香，辣椒的焦香，芥末又增香。悉尼的扁担凉皮，上面全是面筋调料，下面是凉皮子。哇，这凉皮子看着真的香。 我身后啊，这个挑着扁担卖凉皮的大叔最近特别火，去这个扁担凉皮。喂，叔叔你好，这个当地人叫啥？叫干凉皮。让皮是吧？嗯。那一份多少钱？十块。一份七块。那先给我来一份。追了三条街没找到，没想到在这个遇到了。就当地人说的话，可一不可求。要黑的，要白的。啊，都要。各一半。各一半。能货到一块吗？可以。这个黑的是啥？ 这个是凉皮，让皮是杂做的，面粉，面粉做的哦。这跟新疆的是不太一样，这个薄一点，这个薄一点，也是面粉做的吗？那这个凉皮你做了多久了？40年。就你做了40年了，这就很有年代感啊。这些都可以加一点，就当地人怎么吃我们就怎么吃。看起来很筋道，面筋这是。 这都是啥调料？芥末。这是啥呀？醋。好，这辣子可以多来一点。嗯，能吃辣。能吃辣。而且咱们吉林的辣子就特别香。哎呀，漂亮！好的，扁担凉皮啊，终于可以尝尝了。 这就很有年代感了啊！是你每天就这样挑着卖吗？挑着卖，要走好远啊！一条街，生气是真的好。<笑>今年多大了？60了，像吗？胡子还黑黑的啊？不像不像，感觉就像40多50一样，精神。看看悉尼的扁担凉皮，上面全是面筋调料，下面是凉皮子。哇，这凉皮子看着真的像。 浅尝一口，哇，新的凉皮啊，就是这种特别厚的啊，特别扎实 ，QQ 弹弹的。嗯，辣椒油贼香，而且这边的凉皮啊，它跟新疆的最大区别是什么？就是有韭菜花，然后跟那芥末调味，面筋。 大叔，你这两天能卖多少份？100多张。是吧？就这样挑着卖啊，100多张，也不知道是多少份。其实看着就很有劲儿啊，就很有味儿的那种感觉。悉尼的凉皮啊，吃的主打就是个筋道，而且它属于味道很佛那种啊，蒜香、醋香、辣椒的焦香，芥末又增香。 哇！这一碗还不够过瘾，再来一碗。大叔，我感觉你这个扁担也有些年间了吧？100年了。这个扁担，跟这些东西100年了。100年了。啊，那你们就三代人卖都是卖凉皮的吧？好吧，我能不能试一下？你试一下。可以吗？试一下啊！咱要说要是抬不动的话，就尴尬了。<笑>可以直接来是吧？ 有多重？现在不知道，70、80斤应该可以啊，没啥问题。哦，<笑>啊，这还要讲究一个稳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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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还需要点技巧。说实话，老爷子身体真的太棒了，<笑>来不了，这我们来不了。我还是适合吃，充满了辣椒油啊，灵魂步骤要给它搅拌均匀。哇塞，看这辣子，大块的凉皮就得大口的吃，过瘾。 太喜欢悉尼这种小吃了，开在这种小道道里面，而且人又多，特别安逸感觉。哇，整箱都想来一口。哇。
这个酿皮呢，作为西宁当地的名小吃啊，因为口味丰富的情况下，又能嚼得到的面香啊，感觉随便去哪家吃都不踩坑。新春快乐！干了团吧，出发！他今天能不能拿下？谁拿下？我娘也给他拿下。阿达西莫，今天呢回村里面了，就来吃个盐席。说实话，这是入冬以来的第一个农村流水席，我怀念这种人多热闹的场景。走。这么大一桌子，三没到三十秒就清空了，直接。好，兄弟们，接新娘去了啊！紧不紧张？不紧张，不紧张，出发，必须的啊！我的，看东西全部整理面呢。这个，那数字这个记着，他弟弟是弟弟，就能知道了。行吗？紧不紧张？可以。因为在农村的话，为啥呢？因为这房子特别小，然后地方不够用。节气当天呢，人特别多，所以这样呢，你看到吧，现在做的都是毡房的这种。杨磊八，有事一下呀，要的不一样，兄弟，恭喜发财，三雷了。啊，去媳妇儿来了。请教一下粉丝，哎，你我是你粉丝，碰到小粉丝了，热情小粉丝。我叫你阿达西莫挑战300块钱点一份抓饭，开个抓饭盲盒，看看老板会怎么做。走着，这是个院子啊，夏天在这吃饭待得慌。这院子真大点，看那烤肉，看全部都是，哦，新鲜的腰子，切切的鲜羊排，红油烤肉，哦，这串子切的大的呢啊。这个烤肉配上那个抓饭，这不是一个呆吗？哎，你别说，这小院子收拾的还挺干净的啊。对，这个摩洛哥风吗？这叫在新疆农村的小院子叫。哎，你好，几位？两位，两位，啊，这边中啊，对，就这样吧。老板，抓饭有呢？有有，多少钱的抓饭呀？啊，普通抓饭，25。啊，两个人吃的那个皇家抓饭。啊，68，两个人吃的。98抓饭里面有啥？啊，有鸽子有，然后羊腰子、鹅蛋，然后水果、酸奶、凉菜。
这样，曹老板啊，给我上一份300块钱的，300块钱的一份。一份？哎，一份。爷，俺大媳不能开玩笑啊。哎，那个300块钱的六七个人吃的，哎，这个能吃完吗？六七个人吃的，没啥大事，你上啥？我的肚子嘛，那个同一个样，没事上啊，吃得完，吃得完，放心，浪费的事情没有。好。好帅的腰子，有钱人。看后面，300块钱的。哦哦，哎，跑出来，跑出来，端不动手，来来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大盘鸡的盘子吗？这个大盘鸡不是，一定要大。大吗？小吗？我手抓吗？真正成手抓饭了是吧？勺子吗？啊，勺子。我刚刚这个盘子这么大，这个勺子小的嘛，大的给啥？大的吗？大的给嘛？这个他妈过瘾嘛？这个他妈那个汤勺拿过来可以。老板人很热情啊，长调的时候啥人往那汤勺吃饭呢？我都已经习惯了。这可以吗？还是个行，他妈吃饭就大勺子好的。阿达兄啊，300块钱一份的抓饭，看一下，鸽子肉、羊排、羊腰子、烤的腰子，又水果、干果，爱来不来的哦，葡萄干、石榴籽儿。椰枣、枸杞子、黑枸杞，哦，这都全了，新疆的干果都给整全了，还有这个大鹅蛋，哦哟，口水都控制不住了，不知道从哪下口了。有肉先吃肉啥？来个羊排，哦，看啊，厚厚的扎实啊，这个老规矩，浅尝一口。嗯，这个羊肉冻得超级软烂的，抓饭里面的羊肉跟手抓肉完全是两个味道啊。嗯，好吃，骨头做的骨头都香的很。哎呦，鸽子嘛这是，哦，看到了，这应该算是乳鸽是吧？看一下，也是跟抓饭一块焖出来的，油亮油亮是吧？鸽子肉嘛，谁吃谁知道的。嗯，羊肉嘛，羊肉的味道，鸽子嘛，鸽子的味道。来口抓饭，抓饭才要配肉的嘛。嗯，它这个米饭啊，米特别饱满，颗粒分明那种，水分比较好。你们知道米里面混的肉香，混的水果干果香什么感觉吗？我感觉这骨头都能吃的感，酥酥软软的，肉就要配抓饭的。带着点这个橙子的酸甜味儿，可以。兄弟们，腰子抓饭。虽然这腰子比较小吧，但真正的羊娃子腰子干，黑的勺子，红的、绿的，水果、干果的，啥都有了啊！太幸福了。我吃那个酱哪的？口感太丰富了。一口肉一口抓饭，美滋滋。今天的快乐无以言表。
嗯，话说这个羊腰子真是嫩感。一口肉一口米，太过瘾了。看啊，白什么，咱们抓饭的灵魂伴侣啊，手工酸奶。吃抓饭必须要来一碗的。哦，这个特别纯，特别浓的奶香，就是这个味道。嗯，我咋感觉吃了一个小时过，一个小时过了，我感觉。哎，这太麻烦了。这端上干啥？鹅蛋有好久多久没吃了？鹅蛋里面是白的货。我感觉这是我跟你在一块拍的最长的一期视频，关键也是我吃的时间最久的一次。你这会儿要是喊个老板加名的话，老板把你肯定把你赶出去了。我也不好意思啊，太扎实了，这也算是真正的实现了抓饭自由了，是吧？好了，大师们，300块钱酱了一份抓饭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